在夏绿越来越大了，所以你们村子才有点辛苦，对不对？会不会有点辛苦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现在这边那么多人，所以口罩方面还是要做好一个防疫。然后呢，今年我很开心能够站在这边，然后借着这个台北灯节唱歌给你们听，希望今天带来所有的歌曲你们都会喜欢，好吗？刚刚那首好听吗？那我们相约，如果今天你们觉得这首不是不爱很好听的话，回去可以练一下嘛，朱海军的不是不爱，下一次我们有机会可以一起来大合唱，好不好？好，不要骗我。那我在想，因为这一大段的时间呢，疫情真的让我们大家都失去了非常多空间跟快乐，所以接下来海军要带来这一首歌，我要带着你们一起来去环游世界，暂时先把一些不快乐的带走，然后留下美好的人事物在自己的心里面，好不好？你们数看看，等一下这一首歌里面有几个国家，待会你们可以告诉我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你们带来这一首给阿爸，我们来去环游世界。好。
行吧，行吧，真好听啊 ！Jerry， 是的，恭喜恭喜！谢谢线上还有线上的朋友，现场的朋友，大家好，大家晚安，我是朱海军。